写对宝宝。医生，明天如果有那个床位，可以帮我换一个给吗？有，明天有再帮你安排。因为我上厕所不太方便。好吧。嗯。今天下午我送小宝回去，医生有没有做什么？他就问我痛不痛啊？我说不怎么痛了，打了针好蛮多了。那意思这个有一点好转了？有啊，不怎么痛了。如果两三天不动，就可以回家休养了。现在最后两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候，然后要多休息，回去好好休息啊。嗯，不要去劳累了。嗯，这两个月最关键了。嗯，对啊，明天生宝宝出来打了屁股，天天折磨我。他有点脾气不？嗯，是不是啊？你觉得是个女儿还是儿子？嗯，管他是儿子女儿，都一样的。都一样的。生儿子也好，女儿也好，健康就得了呀。嗯，一样的。现在就期望他足月哦。嗯。我也觉得，女儿还好一点，贴心。女儿你也有个小棉袄啊。没拿刀。没拿刀啊。你要不要喝点水？喝两口。你拿了什么来？我买了一箱奶过来。梨子买了点梨子，我看那苹果有点化了，然后我就没买。那就买了那个梨子，那万一拿刀了。那我就吃。刀了。那你看一下，等洗干净一包，洗干净我咬皮吃了。哦。也要喝点水，吃点梨子，吃点奶就得了。反正吃过晚饭了。今天装就这样，明天回去了到岛。明天帮我拿，你回去就帮我拿钙片来吧。好。今天忘记了。嗯嗯，今天太匆忙了。回去还是想着的，因为拉屎又忘记了。主要是小宝在家太吵了，也是想不起来了。喝点水呗。喝点水。你两个这个梨子很甜。我越看它这个水分多。没带刀我就咬皮了。今天忘记了。明天再带过来。你订了床没有？你睡觉的床，你肯定没订。晚上你就趴。没订就没订哦。晚上行。今天过来晚了，没订的。你看这个台阶，半天医生都没来。嗯。从十分钟过来，现在30分钟他还没来。哦，你这是无线的。对啊，我就是无线的。哎，我说怎么？我看一下有没有一节能打出来的。哦。刚才他这里还我动了还翻过来，我摸了黏黏的，我说怎么是平常都是有线的。没线的。你自己选择好姿势。好，打慢一点就行了。哎呀，这个的话反正药打完了也痛嘛，是不是？嗯。打的时候痛吗？有一点。这是那个药物引起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哦，我有点痛。嗯，再吃一点，放松。对，深呼吸啊，你肌肉放松一点就稍微好一点。嗯，放松一点就好一点。嗯，你看阻力没那么大。啊。再深呼吸。哇，有点崩了，推着推着，感觉你屁股就崩起来。啊，可以了啊。OK 了，那我们按一下好吧。好的。嗯，按好就睡觉啊。嗯。这个屁股真疼。半夜了还要打一针。现在半夜了，还来打一针屁股针，疼死了，痛。老王。嗯。你早点休息，现在时间不早了。那你呢？你趴着睡。嗯，你趴着。买了两个米粉，老公一个，我一个。老公拌好了，右手打针，右左手术。
今天打，昨天打的针，打了这个位置，就这个红的这里，打的血我也打不准，搓来搓去疼死了，又换这个位置打。那个我先走里子，里子。哦，我到时候也给你洗脸哦。嗯。嘿。他刷牙没嘛？刷的嘛。那个杯子姐姐睡了刷的。现在是早上，吃了米粉才刷牙，吃的吃饱了还刷。刷牙，吃个梨子，洗个脸。第二天了，今天是第二天。吃个大理嘛。啊，吃个大理大理呗。你也吃一锅呗，谢谢。我是空的。因为我没吃。我老公又去打洗脸水了，洗脸了。我昨天进来打了这个针啊。打了一次针就好很多了，肚子疼了，只要肚子不疼就没事啊，然后就没有这个早餐的风险，所以说只要不疼都没关系。今天是第二天，感觉挺好的，这里都打了一天就好很多了，就是他这个居住的环境里面没有厕所，要跑到公厕去上，人又多。这手还是出血。好吧，今天打这个针感觉怎么样？痛吗？这么痛啊，今天这个。那等下中午你想吃什么？中午。
是鸽子啊，那妈明天去买吧。等一下我去这附近市场去买，然后鸽子明天再去买。昨天是第一天，昨天打这个药水打了一次。那今天再观察一下。今天观察。